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One House 二四的创始人和老师 Rachel。我们的儿童艺术学校在 Temple City、Roland Heights、Monterey Park、Chino、Irvine and Rancho Cucamonga。我们的教育理念先进，重点是培养儿童与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，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。我们鼓励学生观察真实的世界，不受现有结构或熟悉物体的限制。我们提倡从内在的想象中汲取灵感。我们的课程目的在激发他们的好奇心，赋予他们在艺术之旅中更多的力量。我们的特别项目包括30场儿童艺术展，每场展览都展示了从艺术与更多30课课程中发展而来的作品。到目前为止，100乘30已经通过纸伞探索了颜色，通过绘画探索了景观，通过定格动画、电影探索了动画。所有这些都汲取自 One House Arts 教学理念的核心概念。这些与南加地区的画廊、博物馆和公园合作的公共展览，在为庆祝儿童真实创造力以及对世界艺术的贡献提供平台。自2021年以来，Maggie 老师在 Irvine 的 One House Arts 对年轻艺术家和当地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立志于培养创造力的态度，营造了一个艺术环境，在这里。孩子们感到有权利通过艺术表达自己。除了工作室，Maggie 老师通过研讨会积极参与社区服务，强调艺术的变革力量。她的努力不仅丰富了 One House Arts 年轻心灵的艺术之旅，还加深了艺术与尔湾社区之间的联系，产生了持久的积极影响。我们由衷地欢迎大家来参观我们的教室。Our Irvine classroom is located in Arbor Village Shopping Center, 14785 Jeffrey Road, number 204. 感谢大家对 One House Arts 的热切关注。我们邀请您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、网站、Instagram 和 YouTube 来探索我们充满活力的世界。我们立志于为儿童和社区做出有意义的贡献。您的支持激发了我们培养创造力和赋予年轻心灵力量的热情，让我们共同在孩子们的生活和我们所珍视的社区中创造改变。谢谢大家。